那个农强阿姨嘛，野生的。那两天他们在楼上辛苦了，搞了十二斤龙虾，就按煮个香辣龙虾烤了哈他们。哎，清洗出来先。那两天吃饭也吃不进，吃肉也吃不下，只有喝吃点龙虾，喝点小啤酒。现在先把龙虾清洗出来，今晚上好煮，又要洗刷刷了。这个是别人下了网在那个河里面，这虾很漂亮啊，这是他直接收起来过后，我直接给他大小一起买的。啊，这虾很漂亮的。嗯，青虾这是。嗯，青虾有肉吗？有肉，而且多的时候很好多。对的，这几天你们过来了，辛苦了，今晚上喝点小酒。喝点小酒。对的，过来这几天太热了是吧？这几天是有点热。这边高温是吧？嗯，今天太阳好大哦，今天。是的。今晚上煮个麻辣龙虾。好，尝一下你们四川的麻辣小龙虾。对的，现在正是吃龙虾的季节嘛。对。龙虾现在应该是正肥的时候。嗯。政府现在正好回来了，不忙，可以和你们耍几天。好嘞。对，今天就吃龙虾呀。啊，十二斤的嘞。你上次煮龙虾我没带过嘞，你晓得哦，我看了你水装瓶口装是的哟。他是阿乐他们买的十斤，你这又来了十二斤。觉得这个龙虾如何嘛？这个龙虾，你看我们洗了这么多了，水都没混，这龙虾比较干净。你们还在上面忙啊？嗯、你们辛苦了噻，搞的龙虾。你犒劳一下。不辛苦，不辛苦。你是把那大鱼去买了？没有。买的。这是别人直接从那个田里面捞起来的，我直接给他收了。你吃一下这个龙虾和我们大鱼买的那个龙虾有什么区别吗？这个龙虾确实好。哎，你们两个都刷了，那我去拿剪刀来剪这个喽。行吗？这个龙虾就是生活的地方不一样，它就很黑，这个龙虾就很老。对，这是老虾。好嘞，好，谢谢。啊，这么久了，我没发现两位板凳啊！哎呦哎呦，还松嘞！你今天买的龙虾多少钱一斤呀？几钱？十七。反正这个价格你不敢去想。这种品种的话，至少都要十七。这个价格你猜都猜不到。多少嘛？十四块。这么便宜、啊？对啊，上次我上一次煮龙虾的时候，大英去买的，就是十八块，是吧？那个龙虾还没有这个这么好，我本来想去大爷买的，哎呀，我想了算了，对吧？就去到我们那边那个稻田里面，有人家人在养嘛，就去买的。找到人家家门去了。嗯，对呀、啊，他给我发的定位过来，我去的。有这样的在里边的话，就是二十。就我们大爷嘛。啊，就这么大的，你在里边基本上就这个个头。那一天跟他看了一下，嘿，嚯嚯嚯。好了，看了一下就这么大啊，但是它不也不平均啊，它也是这么大的，嗯，是二十，嗯，你们那边的龙虾多少钱一斤呢？我们那少，没有，没有，我们那没有水，好吧，嗯，外面买还是可以买得到吗？买得到，买得到，都比较贵的，对，它运过来的这些比较贵，对，我们那塘就是河里边少这个东西，水少嘛，我们那，嗯。人家说这个摸这个龙虾胖不胖是吧？你用手捏一下它这个肚子硬邦邦的，感觉到这个地方是个半圆，这就是好龙虾，最肥的。人说吃龙虾就要吃那种青虾。鲜虾。嗯。它有肉。对。进去测一下看看，是不是？是不是鼓了一个很大的包？对吧？喊爸爸，喊爸爸了呀噻！喊爸爸，我喊妈妈。那去嘛，知道。那去，喝点水是嘛。奶奶。要抓去嘛。奶奶。好，这么走，我们走。爪子嘛。啊，我没喊他叫妈妈，好不好？他自己都要叫妈妈。
你经常逮到它的也肯定是。妈妈。我教啊，我教的爷爷奶奶爸爸都教啊，我还故意去教的海爸爸呢。海爸他说在外面没得吃龙虾，一回来了之后直接买了12斤，今天让他吃个够。来嘛，个个饱满，身材靓丽。耶，这个黄没剪好都掉出来了呢。一个两个正常。去年的时候我们家吃龙虾都不用买。今年我在家里面啊。对呀、啊，今天海娃不在家了，今天龙虾都是买的。都是我在家还是好嘛，是吧？我就说这样子，你现在生意淡着了吧？你就回来拍视频嘛。那说生意怎岂能说走就走啊？不能因为他淡季就不做嘛。你安排人噻，又不是没得人。因为我跟别人合伙的不一样。清洗出来了，现在把盐放进去腌起来。这个要腌的久一点才够入味，才好吃。每次没有料酒就加了白酒。这个先腌在这里，今天打算在这边煮，把锅刷起来，等一下今天在外面煮，用柴火灶煮，搭起来，可以了，就在这里煮，先把配菜弄起来。这个是一个干湿球，我们拿来洗碗的那个，我拿来试试一下它容不容易起球啊？对，来。听到没有？听到声音没有？今天风扇有点大，声音有点大，你们也能听到大啊。我们是怎么刷怎么拿，它是不起球、不掉色、不勾丝，给大家看一下透气性啊，透气性啊。对，这个仅是一个小腿哦。汤爸爸，汤爸爸，爸爸，汤爸爸，撒火煮饭，好多年没有烧过这个柴火了。多少呀？那炸的你多少钱嘛？好久没烧火了，没群穿上。准备到了，然后老妈给我们寄的粽子，这个是灰水粽。这个东西怎么说呢，吃得惯的人就喜欢吃，吃不惯的人他是不喜欢吃的。老妈寄过来，每一年都寄过来吧，我想他们不是吃得很奇怪还是。刚好阿乐现在也在这边，也可以吃一下。但是呢他现在正在直播啊，我自己先下来偷偷的尝一根先。上来就麻烦几次。妈妈吃不吃一个？那、这个吃的冷的吃得了。吃的呀、啊，这个天吃的，它没。蒸不蒸啊？不需要蒸，不要蒸，没得事。你妈妈你包起来嘞？每回你妈妈这个辛苦的你包起来噶，约定、啊。我还是要吃啊，我也 Q 服了啊。因为这个只有哪边的人喜欢吃、啊？这个就是糯米。这个是糯米。糯米还有一。我们那儿没得包得来那种，哎呀，好，那么那么糯。八片，嗯，好糯。这个要沾糖吃，要沾糖吃啊！啊，你也往起来，嗯，你往里吃，不好吃嘛！要沾糖吃。他不说，他要是讲嘛要落糖，我就是那个要去吃，是说没得好吃。哦，天天好吃吧？看到怕了不落糖，就这么吃。没得味道。没得味道，我去。让我找。我去捞点白糖吃嘛。那个来一大人行，你看那个。来，幺三。你看外婆记得，哎呀，好笑！你看外婆今天记得啥子？你看外婆，吃你看要逗他，等一下得不到吃哟。你外婆你记得啥子尾巴？要生气。尾巴。外婆好好哦。好吃。啊，老汤。外婆好好哦。哪个汤吃起来好吃？是不是辣味酒？我哪个汤好吃？我吃。不老汤嘛，没那么好吃啊。没吃过这种噶。嗯。那红汤也好吃。你吃不吃？那个人弹性，那个人做得好耶。哎，他那个。你要强调亲家母能不嘛？我们来哪做得来嘛？我们来讲老大子做嘛？你要强调亲家母能不能干嘛？我们来讲做不来。你要做点啥子高级的？粽子嘛，还要灰水粽是吧？灰水粽。
要挪点糖好吃。来，你让你口。我不要。来一个。哎呀，我不要，你还吃啊？王生高口。可以吃，拿了挪。那都是那个外婆做的好香哦。老总的嘛，外婆给腰身种种起来好香哦，噶。调料放下去。加配菜，应该熟了。应该上次我煮这个的时候，朋友们就说我这个黄瓜和这个煮了太久了，这一次我就不煮那么久。开饭喽！好吃好吃，吃的习惯。你看海娃的手艺就是不错。哎呀，你看家里面梅子，你有这辈子有福了。真的有苦福了，你看要天天做好吃的吃，你不长胖就难。所以说体重一直下不去，就是在管这个事。对，怪不得这个体重蹭蹭蹭的一直长着没停过。有人看，哎呀，肉肉都同意了是吗？嗯，今天好久才知道爸爸煮的一顿饭哦。吃热呗，配菜好吃是吧？嗯，很香的你看。嗯，大哥，不用拍了，先吃饭。今天到此结束了。嗯。干饭。工作还要干的啊，花点一份儿。嗯。生意是要少吃点。要是东西少的话，我们都吃完了，都还没拍完。哎。